我这里先讲解释一下陈氏太极拳常见的一些词汇或说要常见的一些问题。第一个，讲讲我们太极拳的刚和柔。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提到太极拳就是刚柔。但是刚柔呢，是太极拳里面最重要的精华，啊，最重要的精华，它是长期的练出来的，它不是说哦，我发个劲儿就是刚劲儿，那个不是刚劲儿，你可能开始那个是硬劲儿，啊，那是硬劲儿，那不是刚劲儿。所以说，平时我在经常在世界上讲，我说大家都想一想，刚是怎么练成的？啊，我们知道刚练成的程序，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刚来自不易。哎，所以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百炼成钢”，通过很长时间的练才真正出的钢。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高科技，所以高的金属，所以说我们现在高啊这些武器，所以我们所有的汽车什么用了里面最好的、最精华的钢，那种钢呢是通过千锤百炼才能得到的。我在讲这个程序的时候，我想想，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矿石，又硬但是又脆，也就好像我们练太极拳，你们开始练的时候，哇，你都非常硬。啊，非常硬，就像很硬的棍一样。然后呢，钢这样的矿石以后，再加火力再烧，火力烧了以后，那钢呢，哎，化好化成水了，哎，烧水了，水了以后慢慢流出来，把那杂质剩下来，哎，那个钢水出来了。然后这样的提炼，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多次提炼，多次提炼出来，最后呢，才真正的钢。啊，就真正的钢，所以我们太极拳也是，刚开始你非常硬啊，非常脆，然后通过多次磨练，然后呢把这哎，我练，哎，那个自己本身那种很硬的那笨力给它练去掉，然后慢慢很柔，啊，也就是我们先去用钢把它变成柔，然后柔再慢慢从柔里边出钢，所以说。太极拳是以柔为主，肌肉成钢啊，肌肉成钢，哎，所以说钢啊，在运动之久，在化钢为柔啊，然后练柔成钢，肌肉成钢，才是真正的太极拳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工序，就告诉了我们，柔来的不易，通过柔再到得到钢也不易。哎，所以说我们太极拳刚柔是我们太极拳里面最高级的精华。然后呢，你哎练到柔了，柔成刚，刚可以变柔，这样互相的运化，互相的变化，这就是太极拳所有的啊最高级的刚和柔。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太极拳的刚柔。再一个，我们经常听到太极拳的不丁不顶。啊，我们到特点时还会讲，现在什么叫不丁不顶？啊，什么叫不丁不顶？但是呢，浑身上下，我就在不要讲。我现在大家我在美国讲的时候，有一个问了，我们练了十几年太极拳了，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不丁不顶，啊，但是我就告诉我说很简单的，当然了，你身上没有横劲了，没有一点劲，没有横劲，那就是丢了。啊，你非常硬了，那就是顶了。但是我现在一个手来比划，你看我手，我们的手放得很正中间，啊，正中间。我们这里你看，这样一放，好像一个十字，好像十字道一样。你看，我如果这样，这是丢了。我放着，这是顶了，啊，这是顶了，所以说。不丢不顶呢，你看放在中间，它在中间啊，所以说有句话叫不丁不扭，取子一中，这个线呢很自然的这样的转啊，所以说它刚好取子的它的中线，你看我们这样的是90度角，取的中线到这放过来，取的中线到这，这两个中线中间这个中线每一个角取它的45度，这样的转，所以说
不丢不顶，圆转自如。我可以这样一讲，他就非常的理解，哦，这就叫不丢不顶。这样的话，你就转动的非常自然，啊，非常自然。哎，所以说我以后再详细讲，其实我现在讲的不丢不顶，就是，哎，你没有恒劲，他就会丢；你要太僵硬，他会就顶。不丢不顶，取它的中介，然后在这圆转自如，就是不丢不顶。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在第三个讲三节一功。大家可能看到很多书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身背武功。一身背武功，就是有些太极拳啊，这些啊爱好者或者写文章的，他把一个身体分成五脏功。这五脏功呢，他把手两个手为两脏功，两个腿为两脏功，身体为一脏功，他一身背武功。你说对不对？这也不错，但是呢，我认为这样的分呢，啊，它是不是太详细？大家想想，人呢，一生可以把它分为三节，三节，哎，把它分为三节。你看我们的一个手可以成为三节，三节，这边你看。三节就是梢节、中节和根节，啊，也就是上节、中节、下节这三节。你看，我们一个手可以分三节，我们手指为梢节，我们的手心这为中节，我们的腕为根节，然后我们的一个胳膊可以分为三节。我们手为梢节，我们肘为中节，我们肩为根节，然后啊，我们的脚，你看脚尖为梢节，脚心为中节，脚跟为根节。我们一个腿，足脚为梢节，我们膝为中节，我们胯为根节。如果我们全身来讲，我们头为上节，我们身体为中节，我们腿为下节。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全身和每个关节来分，所以说我们人的身体总共为分三节。啊，但是合在一起可能会就通称一节，啊，和归为一节，啊，就是我们在运用的上，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要在啊讲它的积极用法的时候，梢节领，梢节领，中节随，根节催，啊，梢节领，中节催，中节随，啊，根节催。所以说，上下四方扣入弓，就像一跳一张弓。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浑身分三节，啊，每个关节都分三节，通过三节合在一起，叫三节一弓，啊，三节一弓。所以说，在三节一弓当中，就是我们讲了，上节不明。无一无踪，所以说上节，如果讲的我们头为上节，我们头如果说你不清楚，就是没有指挥，你不知道干什么的，啊，你不知道干什么的。如果说我们的用手为梢节的上节，梢节如果你不知道梢节怎么去打人呢，怎么去用呢？哎，所以说梢节不明，无一无踪；中节不明，满腔是空。啊，中间不明，满腔是空。你中间不知道的话，你中间就是我们腰没有气的话，你怎么去用啊？啊，然后下节不明，颠覆必生。你下节没有根，你没有根了，这不是要倒了？啊，要倒了。
啊，所以说就告诉我们，我们呢必须这三界的合在一起，啊，以烧界灵、中界髓、根界脆，这才能起到了上界，明了明了了，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的来龙去脉我知道了，哎，中间我们气就可以随着啊上了，再一个根界有，哎，有根呢就是不容易倒了。哎，所以说这就告啊，这就说明了我们三节这全身合起来就是胃，归为一节；我们身体九宫合起来归为一宫，啊，归为一个宫，就是合内外合一。这是我们的所要讲的三节一宫。再一个，我们讲太极拳的公转与自转，这个是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的名词。啊，新的名词，什么是太极拳的公转与自转？这个问题我在就是前年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咱们中国的教授，哎，在美国教课，他就问我，他说我练了十几年太极拳了，但是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文章，说什么是太极拳的公转与自转，是吧？我根本都看不懂他们学这些文章，看不懂什么叫公转自转。所以说，哎，老师能不能你讲一讲公转与自转？这公转与自转呢，就是我们他把我们的太阳、赤道、太阳、月亮，他们这样的星象的轨道的运转方法，而套到我们太极拳里边的运用。后来想，我就想。啊，所以在我们太极拳里边的什么叫太极拳里边公转与自转呢？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说我们太极拳练拳的时候，我们规矩不能成方圆。啊，当然了，我们太阳围绕赤道在转，它一直走，一直不变方向的一直转，这叫公转。然后，哎，太阳和月亮的转，就是有黑天有白天有冬春夏秋冬这样的变化，才有自转。到我们太极拳里边了，啊，我们怎么样？哎，通过共转变自转。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看，啊，我们太极拳里边以圆为主，啊，以圆为主。我也讲过了，我们太极拳这个圆呢，它有个规矩的，并不是乱转的，啊，不是乱转的，啊，不是乱转的。哎，身体中正。以腰脊椎为中轴，然后我们腰自转45度，啊，腰自走45度，好，然后松垮，再向走到中线，再向右走45度，啊，再向右走45度，这样的转法，所以说你看手互当，走腰45，好，再转，再松垮，再向右走到中线。再向右走45度，这样的转法，啊，以我们的腰脊椎为中轴，以腰脊椎为中轴，所以我们腰按照我们的以中轴为的规律，向左向右各走45度角，我们手下呼当上呼头，这样的转法，就是我们太极拳的共转，啊，通过中转。如果这样的基本转法你会转了以后，哎，会转了以后，这样的变化有大圈可以变小圈，有大圈可以变圆中有直，有大圈可以变肘，大圈可以变肩，可以靠，这样的所有的通过大圈所有它的变化，它的积极用法都为自转。所以说我们太极拳，所以把运用我们星象的星球的运转套到我们太极拳里面，哎，所以这就是公转，太极拳的公转与自转，就通过圆的变化就是自转，啊，以脊我们的脊椎为中轴的还左右的角度和我们的互当互头的圆就为公转。这是我讲的太极拳的公转与自转。再一个，太极拳的禅式与抽式，
这是在去年，就是去年我们咱们国家体育中心啊，那个副馆长陈国荣啊，副馆长，主任带着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太极拳讲座，哎，就讲到了太极拳与禅师与出师，我就在上面讲了这个问题。禅师太极拳最主要的讲禅师，禅师劲当时是最主要了，啊。所以说现在呢是抽丝镜，啊，但我现在讲讲禅师，在没讲禅师，我跟大家讲，我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呢练太极拳，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很多，有些练了很几十年了，大家现在想想，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科学发达了，那些以前呢很普遍的人工来操作的都很少了，可能我们年轻人都没有见过。当我们的妈妈70-80岁，现在都70-80岁90多岁了，你想一想，我们妈妈当年我们穿的衣服要纺线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一个纺线的个大轮子，哎，妈妈在那坐在纺车的旁边，脚在那搅那个大轮子，大轮子在转，好，这个线呢这边呢纺棉花，这边小线呢慢慢抽着线，把线抽出来啊，这边大轮子转着，哎，这线慢慢抽出来，这种纺棉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没有大轮子转就不会有这小线能够抽出来，啊，线抽出来，所以说陈氏太极拳的大的禅师。通过禅师才能抽出这丝，啊，所以说我们讲了，我们太极拳呢先走禅师，啊，所以说有句话，要想拳练好，圈一定练小，就是这个禅师的圈一定要小，一小了，小的不见形的时候，那个不是抽出来了吗？我讲了第一个这样问题，我又讲了第二个问题，我大家都知道，现在养蚕，我们丝绸。丝绸当蚕老的时候要接受蚕的茧，然后我们在抽丝的时候，你看在它那蚕老的是要接茧的时候，它在吐丝呢，它一直在这缠绕，一直在头在不停的里边缠绕，一缠绕成了一个啊那个茧啊那个茧，当我抽丝的时候找了一根根啊，找了一根线，你往外抽的时候，你看它在里面盘旋，慢慢出来了，慢慢的抽出来，但是里边是圆的，你外边看是直线，它里边就通过圆的出来了，啊，从里边是圆的，啊，里边是蚕丝，通过蚕丝里边再抽出来一次。我通过这两个方面，一个蚕来接茧和抽丝，二一个棉花啊，妈妈在纺线的大圈抽出小圈，我通过这个很具体的这样的实践，得出了一个结论：太极拳没有禅师就不会抽出师，啊，所以说禅师是我们太极拳要练的功夫。这样的脚禅师，啊，通过这样禅师以后，再慢慢看越圈越小，越小越小。小小到你可以变化禅丝变抽丝，腾一下抽，啊，抽出来放过去，哎，就是这就是我们的通，哎，大圈禅丝是练功，通过练功小圈就是用，你看小圈用眼，我要用眼吹眼走走，哎，疼一下这样啊，所以说从科学的理论讲，圆的力量就是要大过直线的10几倍啊，它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你像我们的科学高级的子弹出来，它都是螺旋的，因为看不见，速度很快，你看不见罢了啊。所以说就告诉我们禅师和抽师，禅师是练功夫，但是有些人说运经如抽师，这话是对的。但是你必须得有禅师的功夫才能抽出这样的丝，这就是我讲的第五个。
蚕丝与抽丝。再一个，长江三河，三河，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太极拳全部都是一招一式，一个招数一个招数变成一个套路，但是每个招数，它一个一原来是一团散沙的，要把它合在一起，要把它合在每个动作要把它合在一起，所以三合有外三合和内三合，啊，有外三合内三合。外三合，我现在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我做个单边的动作，你看很明显的单边的动作，往下一下。好，这个外三合合住，你看，我们写的上下都像弓一样的扣住。然后呢，你看，我们手与肌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往下一推一合合住。好，这很明显的我们的外三合成了，啊，外三合成了。这是很基本的，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外三合，啊，外三合。如果说我们斜行，你看合打开合合扣住，那个、这样的合呢，哎，也可能我们的浑身合住了，我们这个胯和这个，啊，这个胯和这个肩相合，合起来合，哎，这个胯这个肩和这个胯相合，是相对的合，啊，相对的合，这都叫。都叫合，就是意思就外三合全部是内和外合在一起，就是和外三合就是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这是外三合。筋与骨合，气与力合，啊，心和意相合。因为我们呢，我们的要练拳的时候，啊，一定要意，哎，手到了，意到，意先到为手的到，啊，有意就是要靠我们心有意来指挥它，啊，心与意合，啊，心与意合，然后呢，气与力合，就是讲到气与力，啊，气与力合，这样的就告诉我，我们在禅师在运气的时候，在身上是为气，啊，在心上为气。你看，你看不见的，就好像我们在运气，这个运气呼吸，你别人看不见，我们自己体会到。你看，吸气，呼气，吸气，你大圈也可以，你看，呼气，啊，这是运气。然后呢，我们要发放域外的，就是力，在身上呢为气，你看。好，砰！你看出来了，走，砰！是吧？哎，砰！哎，所以一用，这就是在身上为气，发放意外的就是力，就是劲儿啊，就是劲儿力啊，就是劲儿力。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气和力一定相合。第七个，四招。说到四招，我们大家。都会理解是两个手两个脚为四招，这对不对？也对，啊，也对。但是太极拳里边呢不是这样讲的，啊，太极拳的我们气要运到全身，啊，运到全身，运到全身呢，这个四招就有变化了，啊，有变化了。他讲我们头发，头发为蝎子哨，啊，头发为蝎子哨，就是我们练习的，我里面的血液在跟着你的气转，所以说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什么？弄发冲冠，弄发冲冠。当你气，所以说我们把第一个哨解为发是蝎子哨，发为蝎子哨，我们里面气在血液里面练到。练的充足，可以弄发冲冠，可以弄发冲冠。就是我们把气练到在血液里面周身练过以后，气冲到头发上，头发给竖起来，啊，所以说大家想穿
大家不是想传当杨露禅老师和谁呀、和八卦拳的董海川老师在切磋交手的时候，那听到是董海川老师的辫子哇起来了，竖起来了，可以打人的啊，这就是我们那个气练到发上了，练到发上了啊。所以说就是发是血子上，气练于血里充足的话，就可以弄发中了。这是血是气之海啊，血是血，就像个海洋一样，我们血液在身上周流，像海洋一样，气能进到这里面，所以说这就是啊，血里边的气都饱满了，就是也可以用到烧水到发上啊。这是第一个，发是血子烧。再一个，舌头是肉子烧啊，舌头是肉子烧啊。当我们舌头练到肉是气子囊，肉我们身上的肌肉就像气子布、气子袋子一样，囊就是袋子，像囊就是气袋子。当我们气练到我们的肌肉里面啊，有时可以膨胀起来了，也可以用劲的非常饱满而充实又坚硬。在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的气啊，这烧结呢，如果练到舌头上以后，舌能吹齿，就是再硬的东西都能吹掉啊。这是舌是肉之烧啊，齿是骨之烧啊。齿，你看牙齿是像骨头一样，它是身上的骨头，它像，所以说它把牙齿定为骨之烧，骨的烧结啊。我们气练到骨头里面，骨头就非常的坚硬而柔韧啊，非常所以说舌齿能断筋，再硬的再筋难断的齿能都会咬断。然后指甲是金子烧啊，指甲金子烧练好以后，骨可以练筋，但是硬的时候可以断筋啊，可以断筋。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四烧就充分说明了，这四烧呢，把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器官都练到了气通经以后，都可以起到了一定的健身和防身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说太极拳里面讲的四烧，而不是只是四肢，而是指我们的发是血子烧，舌是肉子烧，齿是骨子烧，指甲是筋子烧，指这样的四烧啊，指这样的四烧。这是我们讲的四烧啊，通过四烧练好了，所以我们的浑身的肌肤毫毛，所有的一些细胞都能达到了饱满的气，所以这样的对身体、对技术都有好处。第八个问题，很多人都在探讨怎么练习太极拳的发劲，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为什么陈家沟人都出来的小孩出来那发劲都练得那么好，我们练了很多年太极拳，为什么练不好练不好发劲，一直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练了多长时间，每天练多少遍，这是一个问题啊。他就问我，老师呀，你们年轻的时候怎么练习太极拳的，这个发劲为什么一爆发那么大的力量。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都非常的简单，但就是看你要通过你练啊。所以发劲，我说我们小的时候练拳，但是就在老师跟前晚上去练，白天呢没有去练过的。你到陈家沟的练太极拳的、练发劲的都非常神秘，你到那看不见练拳的啊，看不见练拳都非常神秘。为什么他能练出来的？我说我们以前呢，每一动都是在练拳，每一走、每一动都是，每一个干活都在练拳。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们太极拳
最多是以妖，妖是发起之言，以妖为主宰。我就举个几个道理，我说你想一下，我们在平时呢，我们在啊干农活都是猎犬，干农的和猎犬。我举个例子，我们在锄地，大家都知道，我们把盘尖一放下去，你看那妖精呲放走，哎，这锄地也是这样走，然后哎就是很哎，然后我们在羊场羊土聊些擦，你看都是女妖擦，然后哎擦走，哎都是女妖，我们是担水挑水浇路走，擦你看都是这样走，浇云的都是这样叫啊，拔水擦，你看都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练拳，所以说问我们一天练多少拳，练多少遍拳，其实呢每天的练拳的变数并不太多，哎，都是以腰走的。所以说我就告诉了我们呢，练太拳练的发劲很容易，一个身体要放松，二个胯要松下来，把气讲到腿上，我们以借地的力量然后放松的给发。所以有句话，慢慢如纺线，快快如闪电，要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快，一定以腰的爆发力放松，还是出来，哎，很松冲，哎，就很放松的走出走走走打，哎，走，哎，打，走，都是这样的，很放松的。我说你每天你就这样练，你一天练一百次，你只要长期练，一定会练出来的。大家的时间关系，如果说你这样的练法，一定配合你的呼吸，一定会练出来的。哎，所以这就是练习发劲，怎么能练习发劲？最坚持一个我们持之以恒的放松的去练习，二一个思想不要紧张，配合你的呼吸，这练习发劲。再一个，我们的饭臀，什么叫饭臀？太极拳里边什么叫饭臀？这个饭臀，饭饭泛滥的饭，臀是我们的，大家都讲很屁股啊，就是臀部啊，问臀部。饭臀呢，在陈氏太极拳里面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这个名词，很玄乎的名词，很多太极拳里边你看不到的这个名词，没有陈氏太极拳这个饭臀啊，但是很难理解，但也很好理解啊。所以说我们太极拳里边，我们下面虚实的变换都是 S 型，这样子，哎 ，S 型，啊，这个 S 型，啊，横着的 S 型，就是好像这个背式扣这样的扣，哎，这样的扣，你看没有？哎，这样的扣，哎，就是一个上，一个下，啊，一个上，一个下，这样的啊 ，S 扣 S 型，把它横着放。S 和或者二的放，我现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饭臀就知道了。但是你看，我往前站是看不见的，啊，往前站，你看我这样走到这以后，我这是右弓步，我们右边是实腿，虚腿，实腿，实腿的胯已经放松了，然后呢，我们要松我们的右胯，你看到这松胯，你看没有？松胯，虚腿松右胯过来，我们右腿是实腿，好松左胯，啊，所以你这样转，你不仔细看，在前面不仔细，你仔细看，你看不见，你看不见。我现在翻过来，你看，大家看，哎，注意的看，你看，我到这以后，你看，我觉得。你看没有？有这个动作，有这个动作，但是我做的太大，所以在我们套路里面不可以做的这么大。哎，很简单，松，转过来，你看，好，来，松垮，你看没有？走，
松，走，松，这样的做法很明显地看出来，但是我们在套路里边动作的非常微小，我在这给大家做的大一点，就看着这样的动作就是饭臀，就是饭臀。饭臀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饭臀是吧，我们一松垮，松右腿翻左腿啊，松右垮翻左臀，松左垮，你看松右垮翻左臀，松左垮翻右臀，这起什么作用？第一个，起我们的全身放松，垮放松，垮四公分卧行，这样的气很容易的降到脚下，上面不会存气，然后从脚下的气再运于周身，这时候通过这个周经络气在全身的运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积极用法啊，用法的你看，有人打来了一定松垮，你看往上松，松进攻，你看所有都是他，你看全部是松，哎，后胯一松，他就进过去了，哎，都是这样，他都，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动作，一定松这个胯，然后进去，这个是我们积极的用法，啊，积极的用法，所以说这个动作哈，哎，都是用这个动作，他走回来，收回来，走过去，哎，这就叫做饭臀，这个饭臀呢，也叫做太极拳里边的跌。跌就是十字要坐车那个跌跌法啊，这个跌法，跌法就是这跌，你看跌这跌啊，所以说我们太极拳里边有句话叫做练拳全在用跌法，不懂跌法枉徒劳，就是我们一定要折叠一下，走翻走翻，就是这样，我们一动它一翻，当然我快快的走翻就过去了，松，你看松破就过去了，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饭臀，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气可以讲到脚底，然后就脚底再运于周身，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气运于周身起到了很好的健身作用。第二个，我们就积极上来讲，松垮就是为我们发劲，就是的前奏啊，通过松，通过饭臀在进攻啊，通过饭臀在进攻，这就是饭臀。我想在别的书里边不会有的，这个很小的一点，很细节的小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太极拳里边的跌法。所以说有句话，练拳全在用跌法，不懂跌法枉徒劳，就是不懂这样的跌法，你根本就不会去打人啊，不会去打人。这叫，这是饭臀。这几个常见的名词，再一个，第四个来讲我们的虚实，我们的虚实。所以说我们太极拳呢，我不是以前讲过，一定是有虚实虚实啊，虚实虚实。但是讲到虚实时，咱们看到书上有一句话，哎，有人要问我们太极拳呢啊，虚实开合啊，他们是连贯的啊，我们在有的时候把太极拳啊，它的阴阳分成虚实，变成虚实啊，虚实。所以说实腿呢是阳，虚腿是阴，在拳论上有这样的讲法，左重则左虚，左重则左虚，就是我们把上肢和下肢分起来，如果下面，我再来举个例子，你看我这一站，我们拳击这样，你看靠我们拳右拳在前面的是左重，在左边是虚的，右重在右秒，在右边重了，我右边虚的很好，一好秒是好的意思，你看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秒，这对不对？这是太极拳的很啊，这个很对，这个很好，
但是呢不是完全的。在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样的话把它分阴阳，这边是阳，这边是阴，这边是阳，这边是阴，所以这样形成了一种对拉劲，对拉劲。我下面这边是重的，这边是阳，我上面的右手推出去，哎，这样的动啊，这样的做法，这对不对？这对。我认为这是近距离很近的时候可以这样走，对拉劲啊，可以这样走。如果远的时候呢就变化了啊，就变化了。这是我的小时候老师都告诉我们。然后呢你看，如果说很远的距离往前进过去，你看又变化了。你看它是重的，它也是重的啊，所以说它这样的分呢，以中线为主啊，以这个鼻子为中线，这边是阳，这边是阴啊，这边阴，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手到脚也到，这笔的修草啊，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分成一半，一半阴一半阳，这样的话也对。所以说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渺，是近距离的对拉劲，近距离的对拉劲，是吧？手到脚也到，这是我们虚实的分虚实的阴阳的啊对称啊，阴阳的就是平分啊，分出的一半阴一半阳，这两种做法都是虚实的变化，都对。当我们近距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变成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渺啊，这是我简单的也讲讲我们的虚实。讲到这以后呢，经常出现的问题啊，经常出现的问题啊，我在教学当中也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练习太极拳练慢好还是练快好啊，练慢好还是练快好。当然大家说都经常见到的太极拳在普遍在啊外面练习的都知道啊，太极非常缓慢的啊，当然大家都说练慢好，练慢好也对。但是呢在我们太极拳里面这种讲法是很片面，是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没有讲啊，没有讲。所以说在太极拳里面，你看一阴一阳，一黑一白，它是对，相对的，是矛盾的，最后统一的。所以说练太极拳练慢好还是快好，叫我回答是练慢也好练快也好，但是它有一个标准啊，它有一个标准，那不是说啊你没有标准的乱练。所以说我们在练习太极拳中啊练慢，当然了我们开始可能你练的时候你练得慢，我们举例一个老家一路平均练得好的时候，你可以练到15分钟、18分钟，稍微快点12分钟。你初学的可能7、8分钟你都练完了，啊！但是练慢好，你练不慢，啊，你练不慢，为什么呢？你初练的，你掌握不住它每个道路、每个动作的细节，你沉不下去，你一定会快，你会快。所以说，我们在练习当中。慢有慢的规定，快有快的啊规定，说慢，慢而不僵，慢而不滞，这样呢练慢就好啊，练慢就好。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练得很慢啊，我们练得很慢，还很轻松的走转走走捋从头上放松按人和你很慢
走得很慢，很柔和，好不好？好，啊，很好。但是慢，很僵，就不好。慢很滞，很滞觉，浑身不灵活了。慢而僵，慢而滞，慢就不好。啊，慢而柔，啊，黏就好。快，啊，练快的时候很快啊，走也是啊，啊哈，来练得很快，走啊，推走啊，快，快而不乱，快而不散就好。为啥？乱七八糟，很快很乱，快而乱，快而散也不好。但是它的标准，慢而不僵，慢而不乱，快而不散，快而不乱，啊，这样的话，连慢也好，连一快也好。这是我们要讲的，要跟大家说的，我们要练太极。当然了，我们练慢，要配合你的呼吸，对我们的身体锻炼又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慢而再慢慢的快，通过快而再慢慢的慢，就是快慢练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太极拳里边所有的那一句话，叫做快慢相间，啊，快慢相间，运用自如，自己你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是呢，都必须和你的呼吸配合在一起。这是我讲的啊，第一个大家经常问的，练快哈是慢好。第二，讲太极拳，用气对还是不用气对？啊，所以说太极拳，气，啊，发方一位刚才讲了，发方一位是力，但是我讲的，用气对，你不用气也对，你用气也不对。不用气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的练太极用气，这种气是一种灵气，是一种活气，而不是笨气。如果练笨气的很硬的，这没有练气喘吁吁的，那就不对。啊，那啊，你要练很气的，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我们练的气呢，一定要配合呼吸，用一种灵气，永远练不完的这种气。这种气就是我们所讲的丹田运用出来的气，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以前看小说里边有一句话啊，两个大将在打仗的时候，练打了几百回合不分胜败，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把身上的气配合你的呼吸啊，从来就不感到啊，就是运用很自如，啊，运用自如。啊，这种气感就是用的就对了，所以在武术上，练拳和尚不用气，不用气何为武术？啊，何为武术？哎，所以说我们是用气，要用这种灵气，用不完这种气，啊，气在身上周流为气，发放为外边的，就是我们太极拳的劲力，啊，劲力，所以是这样的。用气就对。如果说我们在练太极拳，你很僵硬，还一练拳没练，气喘吁吁，这样就用气就不对了。这种用这种笨气，用一种浊气，这种也不对了。啊，所以说我们用气也对，不用气也对。啊，不用气的，我们用气在运气，而不是在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好多人都问，我们太极拳去练太极拳，用有柔先开始有柔着手还是用刚着手？从这个问题来，我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引人引人施教，应该引人施教。啊，你看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力、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区别，而现在你看小孩子。我小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老师教你，你做那个柔的根本就做不进去。哎，所以说我的老师在告诉我，小孩子练拳应该掌握的，猛打猛摔，猛起猛落。
就是挖他的劲儿，把他劲儿里头笨劲儿练完他，慢慢的吸引他练柔的。小孩子应该的，刚开始叫他冲拳啊，叫他踢腿啊，去这样去练习，啊，这样练习，哎，来练练练啊，他的劲儿还哎慢慢慢慢的就放松了。通过放松以后再练习太极拳。当然，我们遇到我们年纪大了或者有文化有知识的，都是超过40多岁，估计已经定型了。那个时候你叫他去这样猛打猛摔猛击猛落，根本就做不了了，啊，根本就做不了了。在这情况下，你就给他，哎，他有知识了，就告诉我们太极拳该入门的时候应该很柔和的、很圆滑的这样的入门的这种基本的五指功、太极功、禅师功，这样去教他，哎，他就有很有兴趣的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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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气到身上以后，他可以慢慢去练发劲，啊，所以说我们练习，先有刚这手，先或者先用柔这手，必须引人使教。小孩子不懂道理的时候，没有知识的时候，你可以先从刚这手。记住，先有哎太极拳的冲拳的发劲和一些踢腿的动作来练习，先有刚这手。当我们年纪大了，估计都定型了，我们有知识了，那个时候我们先用柔这手。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太极拳练大圈小还是练小圈小？要小圈好啊，练大圈好还是练小圈好？啊，就是不同的架子哪种好？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句话，我们太极拳有一句话，要想拳练好，圈一定练小。怎么练小呢？啊，一定用从大圈到中圈到小圈这里，不管是大圈不管是小圈，我认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大架子不管是小架子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必须通过大然后再小，啊，通过大是练功，通过练功再说小。当然了，你练到最后我们身体下不去的，你可以高架子，可以高架子，可以大圈，当练得好的你可以小圈，也可以小的步伐。我认为大中小这个圈和大中小的步伐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要你自己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自己的练拳方法，根据自己的这个太极的水平，自己的掌握就可以了。它没有什么大小区别啊，没有什么大小区别。大圈可以变小圈，小圈可以变大圈，啊，高架子可以变低架子，低架子可以变高架子。这是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太极拳、陈氏太极拳里边的名词和陈氏太极拳一些的常用的提出的问题。